熒幕八爪魚八足咁多爪，為你搜羅城中熱門話題。我哋將會報道勇闖明天大事，中一為加拿大防癌協會義賣水仙花，同埋2014列治文學校局喺時代坊舉行嘅教育周。跟住介紹巴黎大師吳鎮宏多倫多巡迴課，以及多倫多國際兒童電影節兒童電子樂園。總之每個禮拜約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熒幕八爪魚。